下面整个都是漂流物，全部都是漂流物。坝体下面掏空了，这个，不是很好钓。那一只应该是石冰啊，应该，那只是30公分的大石冰。还有，对，卷仔。哇，我看到了，那这个是什么？一只40公分的，一只40公分的跟一只30公分的。是什么？搞不清楚的，就这样。那个，有时间再来去搞它了。